次回来买了一点大肠头，7块钱的，7块钱和人民币是5倍，7×35。然后这边还有料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炒，今天我们不蘸这个料，我们要炒大肠头。这是辣椒水，这是芥末水。我们准备料吧，我们在做爆炒虾，这个是我自己独创的，也是今天第一次做。等一下加好了配料再给大家看。这个是我们做虾的配料，然后是今天是做2斤的虾。这个是我们的大肠头，一般的女孩子都不喜欢吃，但是我超级超级喜欢吃。这是做大肠炒大肠的配料。我喜欢吃大肠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不喜欢它里面那个肥肉，我一般的时候都会揪得很干净。这次是买的煮好的，平时会自己做一些。虽然有这个肥肉很香，但是我是不吃肥肉的，除非是很久很久没吃肉，有可能会吃一点吧。爆炒大肠头，这个是我们新研制的爆炒虾，反正都是肉食吧。看看怎么样，来，我们准备尝一下去。怎么样？这个是我的专属菜，当，只有我吃这个。吃饭的，我超级喜欢吃面食，来吧 ，OK， 来先吃饭吧。我一般就是吃不了这个饭。你这碗够吗？要2碗吧。要不你收下来。用小盆吃饭就吃2碗。你们快吃一点料。一来干嘛？所以吗？不客气。还好，下饭没问题。
上面我他们没有去实践，可能都说下班了找我吃饭啊，虽然说都是会道歉，但是对他来说因为我要的钱，然后觉得喝酒也没像我这样的，有时候他多了他还要吵吵喝多晚上的，你考上了我还是爱喝酒，你考上了这样的一些好出息的喝酒啊，反正跟工作没关系，有多的时候我真的是喝太凉了，喝多酒啊，去喝多酒啊，反正上工作啊，我去到这个上链了，手机都丢了，就在屏幕面前的点去玩去喝酒啊，谢谢你啊，不介意的，喝酒这个事情哦，我跟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放点酒。放点小什么辣椒，我们看看怎么样。他说介绍一下这件事情，也是因为我看到朋友圈，今天本来就是我在那边不开心，我看他们他们小区的地方呢，刚好就是朋友圈那边不开心了，吵起来，我们去那边，也不是只是我一个人，我好像这个不爱喝酒的习惯，要改掉，喝酒去啊。我说一句，为什么呀？不结婚理由啊？我觉得他没有他说的这么想结婚，所以来这个节目，就是如果没有那么想结婚的话，那就不要拖着了，这样子。不要拖着什么？你是分手还是说？真的没人给面子，你也要有赚钱养家的本事。钱、就是不是完美的，那么你不能想着说我在结婚前把你改造成我完美的那个结婚对象，然后我再娶你。菜市场这家卤的这个味道很好，很香。如果把它改造成你心中那个完美的，能够。值得你娶的那个姑娘的时候，你觉得她还嫁你吗？她应该用什么东西处理的？比我自己做的大肠的味道就还要好一点，淡一些。嗯，你贪心。嗯。所以你要送了一点卤肉。你拧巴的地儿在这儿，什么钱呐、啊、房子啊、压力呀、啊，都是借口。嗯。因为压根儿这个人不是你想要娶的那个结婚的对象。你说你去。近点，因为经常父母会探望你，是非常真的很小。你不用去做，但是一定要多配一点辣椒和姜。不愿去学洗衣机按那个钮怎么按，有点腻。应该做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一个孩子，孩子不可能结婚的，明白吗？孩子更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。工作生活的能力一定要提高，因为你要做一个独立的。嗯，今天坐公交车去的时候，公交车上所有的那个隔的位置的那个牌子都给摘下来了。但是好多人坐的话，大家都是呢，不是你自主的去中间隔个位置，年龄和你们拉开距离长短来做一个衡量指标。我以为菜市场就不用拿那个证件了嘛，到了以后看到，千万不要去，还是一样的去拿那个。证件，然后检查单号、双号的。今天双号嘛，今天去的，我就 OK。我前面有个人，人家说 no， 我就明白了，我可以的。你是都花一年的时间去改造，太疯了。
不可能，因为你也知道，这个、一年之后你也不是要跟他结婚，是一年之后看能不能改造成你心目中的那个人。如果不能，还继续等下去，对吗？所以说，我觉得你们俩，你感觉今天放韭菜会怎么样？很好，嗯，结不结婚？不结婚就可以离开，结不结婚？不结婚，那我还要在一起，我舍不得你。面对真相吧，你们俩不适合走在一起，走进婚姻。爱情可能是谈一段是可以的，但是通过谈的这段时间，认识到我真正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或者男人在。好了，婚礼主持人大赛，啊，他这边是作为，比较忙，已经换成结束了模特。当时呢，我们俩就就这样一来二去，自然就在一起。最后两个了，谁追的谁？最后三个。等等哈，哎，你应该是学美术的是吧？啊，我学了十多年的美术了。你学美术的，学婚礼主持干啥呀？大二的时候创业，因为失败了。据说学主持赚钱很快，可以把那个我欠的债务快速的还上。那个，通过学主持，你连债还上了吗？差不多啊。哎呀，你介绍一下我们就干这活吧，我没觉得干主持来钱快啊。我觉得没有那个老张的那个味道的好。主持了哈啊，因为当时欠了10万左右，然后只能去学，然后学的时候正好就认识他了。然后我就去给他借钱，我都知道。然后呢，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就经常吵架。然后他就说你是美术老师，然后你干脆就去当美术老师吧。少吃一点饭，多吃一点菜，考一个证，然后就去。但是我平时没有这么能吃肉，一个月有8000到10000的。他就没有吃鸡。非常感动的就是他挣的钱，然后我们一起生活。然后呢，我挣的钱我去。真的很好吃啊！哦，下次还要买。这个用了不到一年，然后呢就。还清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了，就差不多了。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把债务还完了嘛，我就说，他有一份工作，一个月有18000块钱，然后我这边也有收入，我就说我们俩一起，就是可以就是存一点钱嘛，然后双方不过卤完以后这个肥肠好像没有什么，没有炒完以后没有味道了，给不了钱。没有错的味道。他现在又开始干嘛？又开始导演综艺。我家境不是很好，有两位老人得了癌症，花了很大一笔钱，这两年才还上。如果要买房子的话，不想再给他们增加压力了。然后创业嘛，然后一方面是失败是从哪儿来的？银行贷款吗？不，我们自己后面又有一些盈余啊。然后呢，我后面又做主持人，然后呢又有几万，他自己也有一些。然后我们他还是又再一次去支持我去创业。那第一个画室办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又现在又开了第二家，就是做这个你可以吗？大培训呗，对，大学生，你可以继续吗？啊，一方面又开了一个画廊，啊，吃着面包吃又香。现在开了差不多就半个月，吃过一次，小蕊啊，因为今天录像了嘛，所以让你感觉到好像有点紧张吗？咋了呢？其实刚开始收第一家画室挣一点钱的时候，我就说把这个钱拿过来，然后就是买房嘛，踏实活要去创业。然后老家又到成都，我专门去解释了一下，现在的话就是要到今年年底要，他们家里人的意思就是必须要结婚，不然的话你来吧就得分手。我父母他也说了，专门从老家到成都就为这个事情，他这边就是给我父母保证说再给一年时间。为什么我父母愿意再给一年时间？就是因为他能够包容我的所有缺点，其实他在平时希望大家喜欢哦，非常好，无微不至。